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元。上个星期我就上网订了这一罐东西。这一罐东西，相信我不用多说，你们看标题都会知道它是什么来头了。众所周知，我也差不多有一个多月、一两个月这样子没有整 Cherry 了，所以今天又是时候来整一整它。现在相信，如果你们有听到水声的话，你们就会知道 Cherry 现在冲着凉，然后我的动作必须要快一点，在它冲凉出来之前，我要把这一个羊羊粉倒在它的裤子啊、它的衣服啊，然后等一下我是要帮它拍摄广告的。所以我很确定他等一下就是会需要穿那一件黄色的衣服，但是裤子的话我不确定，所以裤子的话我是不那个几率，我觉得他可能会穿那一件，所以我就往他那一件黄色的衣跟他那一件短裤放这个羊羊粉。话不多说， Let's go。 这个黄色衣他应该是会配这件裤。OK， 等一下，这件衣是他一定会穿的，因为我们要联系嘛，上次帮他拍的广告，他现在要联系，所以他一定要穿回这件衣。但是裤子的话，我觉得他应该会穿这件短裤，我觉得啦，我希望他真的是穿这件短裤。OK， 话不多说，迅速开始。首先，先从他的衣服下手。不够吗？应该够吧，不要放太多，等一下痒到半死。OK， 这样子应该看不出。哇，惨了，有一点刺刺的感觉。现在我的手有一点刺刺的感觉，所以我觉得它会痒的那个原理，应该就是会让你的皮肤感觉刺刺这样，然后会开始产生痒的感觉。但是我看的话，那个包装那边那个说明那边是有写，这个粉只会让人的皮肤痒，然后它是不会伤害到皮肤的。 OK， 衣服大功告成，再到裤子，来放一点在这个腿部那边的边缘那边，因为这个部分会比较容易接触到皮肤，所以应该会比较容易痒。放在这边，各位，我的手真的很痒。然后这个粉呢，是一旦冲了水过后，它就不会再痒了的。所以，如果等下真的是很痒的话，就叫它再去冲多一次凉。关水了。现在我就佳佳躺在床上，然后等一下观察它会有什么动静。真的是给我猜中，他拿了那件裤子。那个衣服是没有什么意外啦，只是他真的是拿了那件裤子，然后他现在进去换了。然后底下他出来的话，应该就是要站在那个化妆台那边化妆，应该花一个至少10到15分钟。所以我觉得只要他穿上那个衣服跟裤子，他在那边化妆的时候，应该就会开始产生那个痒痒的效果。啊，太弱了。好久不见哦。嗯。所以你是这样子穿来拍啦？嗯。哦 ，OK。走。你。走啊，拍啊。What are you doing？ 找一下这里这样吗？这个是你生日我送给你的花，红玫瑰，现在变黑玫瑰了，舍得丢了，不舍得丢。嗯。快，我觉得我们要烧一下。我觉得真的是要清理一下啦，因为你看，全部都是你拍业配的衣服，没办法，因为我还没有，我要拍，然后我不可能放进橱，所以我就觉得当真实看到我找到的那个。你是抓你衣服肮脏的，没有，快点照，快点照，照完然后拍，不然压天暗就不能拍。这样我就录着你照房间了。你怎么会一直抓？很痒哎。
OK， 现在要开始帮他拍业配了啦。没有，我先拍掉这个。好，哪样？就是一百百的。不懂。好。快点啦，快点，没有时间了。来。快点吗？你怎么一直抓？不知道，我娘。你怎么一直抓？我记录一点生活的点滴，然后你很痒，所以我要把这个过程记录下来。怎么这样？怎么？哟，不要哎，很亮哎，这边，你不要这样拍我啊！你去做你的东西啊，你不是有东西要做？有啊，我帮你拍广告嘛。可是这个我可以自己拍，你给我拍完先。怎么这样？很好笑哎，你一直抓。你怎么？娘，怎么这样痒？不知道，我换衣服啊。你不能换，你这个衣服要联系了。再快点啊，我痒哎。你怎么这样痒？我不知道。你刚才在地上察觉到那些粉。突然间不懂要怎样解释那些粉，怎么嘞？真的讲没？我没有。哟！所以你知道是什么东西了吗？痒痒粉。你呀、啊，我还要拍夜配啦。OK 了，它不会对皮肤造成伤害，你再去重多一次凉就不痒。可是里面有你放粉在里面啊？我放在你衣服跟裤子啊，所以你的裤没有痒，你的脚没有痒。没有这样痒，可是我上面凉凉。你这样痒，你这样痒这样快 ，OK， 我给你看啊。嘞嘞嘞嘞。别靠近我。我在演个概念。哇，我觉得可以放一点这样，欧尼身上。不要我啊，那你给人骂。他不会养，他猫。欧尼来，要吗？你要不要？放一点在你的身上哦。还是不养哎、欸？怎么办？他多久才会不养？这个我不清楚哎、欸，但是你要啊，直接没有养的话，你去冲养，因为粉这种东西，你冲水就没有了。因为呢，我太久嘞，太久没有动你了，应该有一两个月了。喂，你怎么？我看你跑哪里啦？我奇怪，怎么有味道这样子啊？有味道，一点点啊，它是不明显，还有一点点的味道啊。OK， 事隔了一两个月这样子没有弄好，今天终于又回来弄好了，所以也算是非常的成功。你看养到这样子就知道。他又有业配要赶，然后哈桑又一边这样，一边这样，一边这样，一边呛，一边呛。OK， 顺便在这边给你们一提啊，关于那个70万订阅送的那个那个 iPhone 11 Pro 的那个抽奖活动，然后会在这一部影片发布之后呢，你们多一下子可以去我的 Insta Story 那边留意，我会在我的 Story 那边就是抽奖，然后你们就可以过去我 Story 那边看看你们是不是那一位幸运儿啦，所以。今天影片到这边结束啦，我们下集见。